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33集。今天的话呢，不是什么高清重置哦，因为这一款来自于领袖之政，RID 时代的这一款叫做死路的玩具呢，我之前并没有给大家拍过。它是用了千斤顶的模具下去做改颜色的，而且是用了 RID 的千斤顶下去改的，只是单纯改了颜色，甚至连它的一个武器配件完全都是一样的。然后以这个模具的话，千斤顶的模具呢，还有一款非常炫的，这个是兽魔猎人时代，就是 Beast Hunters 的这个时代。这个的话呢，感觉更加的有杀气，武器也更加的巨大，然后一整个流线型的感觉啊，这一款看起来非常的暴力啊。如果说现在价格台币五六百。你来买，你回去一定会赞不绝口，非常好玩的玩具。当年拍的时候就觉得它很棒啊。然后这一款反正是最朴素的，是 RID 的版本，但是现在也不容易买。它一出厂的时候就在烦恼城出现的时候就是很难买到的玩具。那我是在烦恼城买到，运气还不错。然后这一款的话呢，死路的话呢，它的购买难度差不多普通，现在可能还有机会买到。那死路其实没有在领袖之政里头出现，有一个变形会隐藏成这个千斤顶的，应该是叫做千面还是叫什么来着？反正不是叫死路，我记得不是啊。那配色好像也不是这样，是一个比较像暗影配色的。然后这一款的话呢，非常的花巧，各位看到这个是亮光的橘色、黄色，连挡风玻璃都是绿色，轮胎也是绿色啊。那相较于千斤顶的模具的话呢，就是主要还是就是这个派系不同，其他都一样。那这个玩具好玩，就不用我多提。然后因为有一点科幻的感觉啊，所以造型的话呢，就跟这个路上的车子是不太一样的。然后那个武器的话呢，你还可以扣在前面啊，这个地方也是有凸的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是可以把它扣在前方，扣在前方。那你就稍微去这个要对准一下啊，把它扣上去啊，就会变成是一个这个杀人的暴走族的感觉，也是很凶恶啊。那好，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啊。那么呢，我大概讲一下哦，这一款玩具的话呢，从这个地方，先从中间把它给分开，把这个地方分开。然后我们先把脚给变完好了，脚的变形呢比较有趣啊。首先的话呢，脚底板这个地方一样要把它给分开，分开之后啊，把它这个部分旋转180度，然后的话呢，这个部件往上面推上去，然后转到侧边。最后再把这个大腿转下来，再把这个脚给放下来，看上去呢是非常一气呵成的、啊。这个呢是因为我有稍微练习过啊，所以正可以练习变起来会比较顺一点。这个地方，那这里也是一样。总而言之呢，是先把这个地方给解锁开来，然后这个地方翻折180度之后，再把这一块部件往上推，然后推到侧边，然后再整个大腿外摆内收转过来，然后再把脚掌往前面放下来，这个时候下半身的变形就算 OK 了。然后手的话更简单，直接从两侧把它给拉开，拿出去就可以了。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拳头啊，它是翻转180度，这个地方要稍微拉出来一点点，再翻转，再扣回去啊，就完成它的变形。手臂呢，只需要把它给往后面推开来，就自动解开了啊。另外一侧的变法完全一样的，转动180度，扣过来，松开，推到后面去。那最后这个身体这个部分的话，就把它往后面抬过去，然后呢，这个身体的这个内侧啊，有两块橘色的部件，我们把它往上面提上去，然后呢，你会看到呢，这个地方先把这个人的这个头啊，从内部推上来之后，它这里是有这个黄色的凸啊，扣进橘色的凹，这个我已经找不到可以形容的种族了啊，黄色配橘色，你们自己想吧啊，然后后面这两片。把它给翻出来，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死路的一个变形过程。我稍微把机位做个简单的小调整，然后武器的话呢，你可以让它直接拿手上啊，当然是没有问题。来看到它的人形展示，我就顺便把另外两位它的同模具的家伙呢给做一个简单的小变形，那也顺便快速的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野兽猎人时候，这个家伙的浑身的重装啊，非常有魔物猎人粗犷的感觉，武器也变成了大型的兵器啊，这个还是可以弹射的啊，是可以拿出来，还可以把它打开。那这个呢，不是今天讲述的重点啊，背后的话呢，也变成了巨大的翅膀啊。好，
然后它的基础模具这一款来自于 RID 的版本啊，现在有一些有一些小小的，其实也没有很泛黄我觉得保存的还算是可以了啊，还算是可以。那两者的话最大的差别就是头雕了啊，当然其他的一些小细节的话呢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有换了一个面部的造型。那它的脸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得到头变成了圆形，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透明件，这个的话呢有非常惊人的一个透明部件，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如果你这样子放，你会发现它整个脸啊，就浑身透露出绿色的光芒啊，有没有那种什么这种超级英雄里头的那种反派的感觉？甚至它这个面雕啊，本身就有几分这个之后的什么死侍嘛，还是什么来着？反正就是有后这几年来一些美漫里头一些角色的造型，也是很酷炫，对不对？然后它的身上的配色啊，由于花花绿绿的关系，但是一点也不觉得它很混乱哦。对比一下原本的基础的这个配色，两个都好看，有机会的话就两个一块买。然后这个兵器的握法，因为反派吧，我就习惯给它变成是一个反握。然后原本在车型下的这个挡风玻璃，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两片透明的一个部件，垂在这个手的两侧。然后人物的手臂啊，完全垂放的话呢，手臂是有点偏长的，但是问题也不大，反正这个机器人嘛。然后它除了腰身是不能动之外，其他大部分都能动啊，拳头也能够转，头是一个球关，然后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可以摆到前面这么多。然后脚的话呢，就感觉是略短啊，膝盖还是可以有90度，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脚踝的一个接地。总体来说的话呢，其实也不用总体来说啊，这个旧的模具呢，你跟现在的玩具相比的话呢，自然都是有一些优势的。那么这一款当时我是收的是一个二手了，已经算是我记得是应该是变形金刚第四集还是第五集的时候我才把它给补齐入回来的，那就还是很喜欢它的一个车型啊，人形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赖的。只要是这个模具呢，我觉得都算好玩了，都算很帅了啊。曾经这一款那个 Beast Hunters 的一个价格是曾经是最低的啊，那有机会的话呢是推荐各位就入一下吧啊。那最后这个啊忘了提了，这个顺便讲一下，它的武器啊你也是可以扣在上面这个地方，就安插下去，就有一个完美的收纳标准剑客的一个背剑的一个模式。那就今天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